的故事什么时候是十一月份的梦水还是一月份的梦有这样的我给你中之梦根本不需要你我永远在床上发梦人生都不会再恋爱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为何会承受失恋？明今日已要再失恋，怎能够挽念？如果有幸会面，还在同伴身份的盛宴。Come here.